像我们的参数设定呢，是比如说您要切一个长方形的蛋糕，按下这个长方形，所有的切割数量、总尺寸、边距，包括长方形是可以修边的，我们都把它手动输入进去，然后按确定，一共可以输入10个配方，就是比如说10种不同尺寸、大小和切得快速的蛋糕，然后返回首页，圆形也是，圆形你想切成多少片，刀片停留的时间，都可以自动输入进去。Thank you.